狂闹。好，下一组啊，我觉得我太 delay 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会不会走了？天啊，我聊得我好渴。OK。哥，嗨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三哥！谢谢谢谢，疫情后会，什我刚么？特别去下载了一个滤镜。嗯，哦，哦，我也是。等一下啊，我也找。哎，哥哥，你们刚刚聊天内容很有趣。对，对。然后我刚刚真的在听你们聊天，我就把那个脚抬起来，我发现你抬我不连上抬到去，胸口，我到胸口我就不行了，我只能到这里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？哇，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有？我没有这个哎呦，我们选到一样的哦，对哎呦，啊，我们学校一样的，好了，那我这个就好了。三哥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，太开心了，你们陪我一起过生日。哇！谢谢哦，谢那什谢，么？哎，那我好是漂亮，那什么？临时帮你抽了一颗。哇哦！你该不会是在家里找到的吧？对啊。谢谢谢谢，哇，今天的气氛还不错，就是大家都很欢乐，然后虽然是第一次这样子啊，不然我们就可以去，就是吃个好吃的或什么的这样，嗯，对，对啊，好可但也很惜啊。开心。那如果你把今天所有的朋友都约在同一个地方吃，应该会很热闹。我觉得会太吵，我觉得我们会被客诉，然后就是其他桌的好客喜人就会啊！客诉我们。这样感觉啊，一年一次啦，大家要体谅一下嘛。对了，对。要不然三哥就是再补办一个板斗啊？你说流水席吗？板斗。对，流水席啊。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朋友哎，那个可能要300个人吧。有可能会超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我刚刚看到你跟别人直播的感觉，应该是差不多可以办一个流水席，一个 其实真的 long蛮，table。对。然后我们可以办那个啦，Garden Park Barbecue，就是花园的 Barbecue，那个叫什么？哦。烤肉，然后还有那个 buffet 那一种，然后在花园的。然后这很住像是在一个地方，别人结婚的时候的项目，我们拿来过生日。对，没有那个很像那个在国外那种电影，然后会找一群朋友，然后大家在炒哦，对，档，然后烤肉这样子，对，对，这样的。其实我也蛮希望以后有机会的，因为我最近一直都在研究一些就是露营的时候可以煮的菜色，然后希望之后有机会去露营的时候就可以，就是一群人，然后我就煮给大家吃，有什么烤肉啊什么的，对，那也有没蛮有大家开心的。会抢着带你去哦？去露营的时候，主厨很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啊，你会煮吗？淡水会煮吗？我们去露营的时候都是就是很简单的那一种啊，就是你一锅东西随便丢，就没有在料理，没有在哦，备那个料。所以如果只要有一两个会煮的，就很热其实那个叫一锅料门。对对，这就对啦，就是一锅水，然后理。一个。哈哈哈！那小安会煮吗？你说我自己本身吗？对，我不会煮，泡不面会也煮，不会吗？我会啊，我会煮对泡面啊。啊，那你还会煮什么？炒饭。我很久以前有煮过咖喱饭。哦，那还蛮厉害的啊。那下次我们咖喱饭就让小安负责了。咖喱饭 OK 啊，很简单呢、我们要先抢厕所喽，各位，各位啊，预约报哈哈，名厕所喽！韩黑料理来了，没关系，我香可以味先真吃那假个，漂先亮。吃一颗药。哈哈，三哥，你家这是你家
在哪里啊？这是我家的一个角落，就是我常常直播的那个地方。好美哦！那后面是你的自画像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日本的画家的画，然后我在画廊看到，就把它买回来。然后这个气球是我的粉丝的生日应援，生日礼物。哇！对，好棒哦！送到他们快递过去的吗？对，他们就是拿到我的公司，然后我的同事再拿到我家楼下这样子，然后我去接。对。哥，你应该也是第一次这样子过生日吧？对，是第一次。有什么？没错。有什么心得还是遗憾吗？就觉得很可惜的事。我觉得看到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大家都在，我就觉得蛮开心的。就不会觉得说因为没办法出去啊，或是没办法去什么厉害的餐厅啊，就会觉得有点沮丧。其实我觉得还好。吃东西可以再补嘛，可是好像直播你可以一次见到很多朋友。对。小安，那是什么？ Happy birthday， 软糖。三哥，你吃酸吗？我很喜欢吃酸。那我现在买五条给你吃，这超好吃的。那是他的标配，他拍戏的时候都会带一条在身上。对啊。天啊，我竟然没吃过那个、欸。这很酸哎、欸。我可以，我喜欢很酸的。好，这超好吃的。我要是买给你。我看到要送一盒当三哥生日礼物吧？不可能要送一盒吧？哦哟，感觉可以哦。送软糖当生日礼物，可以啊、哦？要吗？就这个了，可以啊，你送我就收啊。哎，我这边留言是不是你们有在跳吗？有啊。你都停掉了，对不对？我停掉了。那有时候会这样。那好，善存，你最近也还有很多通告，对不对？就网络的，对，都是网络的。然后就还有下一组的前置开始动了，对，哦、就其实在家里很多事情要忙。我刚上传一直在线上的节目一直在上，就我跟石安哥很有趣啊，我们都会可能前后前一天后一天，或者是前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，会遇到直播轮班，有一次直播。我在前面一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因为网络不稳就跳掉，然后就后一个小时三哥播，他也因为网络不稳跳掉，然后大家就说我们两个是事故兄弟，你们就是就是一个电台啦，一个 DJ 在轮播这样子，没有不一定啦，不一定同一个节目，可是就会我们时间很近。对，那三哥，你今天有没有叫好多好吃的犒赏一下自己？我今天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因为我昨天有吃麻辣锅，还没吃完，然后我今天就加个面，把它变成麻辣面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早上就是很多朋友有拿了一些蛋糕啊，然后吃的给我这样，所以我就打算等一下再吃。哦，真的、哦？他送到你家吗？对，到我家楼下，然后我再去拿这样子。那明天换我，然后我外送到你家。不要啦，你现在不要出门好不好？你乖，你不要出门。你们哦，他没有，我叫 Uber 异常，给我地址。我负责你明天的中餐。那你要请我吃什么？有龙虾吗？看一下吃什么。你不会是想请我吃炒饭吧？还是吃啊？啊？想吃就吃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想吃就吃，你说龙虾吗？对啊，我就点了，有就点了。哇！太好了，善存，我们两个都有龙虾可以吃了。耶、yeah, ！你记得要点两个地方哦。听者有份啊！啊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后面的人上来都说他们听到了。你等一下、啊，
但是你生日的时候就我在直播，在 Uber 一直在负责你的中餐，再一次是不是？太好了。对，超大份的那种，有人说要送超大份的那种。那我叫那个家庭号小龙虾，小龙虾给你吃。小龙虾不要，我要吃大龙虾。而且要家庭套餐，要一个人吃20只这样，然后吃到痛风，痛风锅的概念。他开始后悔讲出刚刚那句话，这小哥也吃太多了吧？哎，小安，小安，小安，你是不是看不到留言？下面大家都说，全部人都说我都听到，我都听到，我们都听到了，大家都说他们听到了，听者有份啊，开心啊，开心，大家开心。上课开心，今天他生日，谢谢谢谢，很开心我们可以用这个形式，对不对？是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对，还有8分钟，还有8分钟，对。那我们是要一起跟你陪你见证这个时刻吗？还是都可以啊，看你啊。你如果累了，那我就让你下。没有啊 ，OK 啊。就看你啊，小安，看你啊！期待，快点！我们现在来倒数，快点！倒数8分钟，好久哦。7分钟，这边7分钟了。啊，你最近在家里都在做什么，小安？我很好奇。我其实就看看剧啊，然后。玩一下手机这样子。有，我最近有发现有很多粉丝说我们两个很爱熬夜，一直念我们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但我觉得好啦，我就不信有 全球有应该有一半的人都蛮熬夜的吧。不一定吧，你看善存应该看起来就是早睡早起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好像蛮规律的、哦。这个疫情让我开始已经失衡了，因为我就会看剧看到比较晚，然后或者是跟你还记得那一天吗？我们一起听结束之后，我跟你说我开始录电脑。对 我录到大概4点吧，然后才去睡。你录到4点？对啊，我超级吓到那一天。因为你会觉得隔天的时间好像也是在你的安排的范围里面嘛，所以就不用那么急或早起，所以你就会觉得时间很，就会默默的突然到很晚。对，因为我跟善存都有时候会一起玩那个一起听，然后有时候发现他上线，然后我就说那你玩完了之后我要不要接着玩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是我上线，然后我玩完之后接他这样子，然后他都会陪着我在那边玩一起听，然后。那时候已经半夜，好像两点了吧？那天是1点半结束的。1点多，对。然后他说：“哦，我现在要录一个就是 DJ 的东西。”我吓死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蛮好玩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因为平常做演员，你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做这件事情。嗯，这次我觉得蛮新鲜的。对，不同的体验。有很多人陪你哦。嗯？有很多人陪你吗？陪？什么意思？一起听吗？就 DJ 啊，一起听啊、哦，一起听很多人啊。就是我跟哥因为都会接力嘛，所以大家都会从一个到另外一个，然后录后面的录 DJ 就我自己和我的电脑。对，啊，那时候4点的时候还有多少人？没有，录音就只有我自己跟电脑而已，就不是线上，就只是录音而已。因为现在他没有办法到电台去，哦、对，然后在电台就会有主持人跟你对话，或者是有录音师帮你录。然后他现在就比较辛苦、哦、就其实我也一样遇到这个状况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在家里自己假装我在电台 live 的感觉，然后再来录这样。其实蛮难的耶，我觉得就是你会逼自己去学很多新的技能，像我电脑就开始下载了很多新的软体，什么录音程式啊，然后可以马上录完马上剪，把不要地方修掉的东西。我只能说我的直播的技术就是找人啊，踢人啊，什么都是被你们训练起来的。踢人，我踢你。踢人是加威啊。
而四郎哥也是这阵子才比较常直播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直播比较少，然后像是今天生日的直播跟大家一起过这样子。那之前就是跟善存一样，我们有一些去不了的通告，然后可能就会转成网络直播的形式。那就不是我自己的账号开，就是我们去他的账号这样。对，那个也蛮好。但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去现场的感觉。但对啊，我也很喜欢的、啊啊。当然了，很可惜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好好的在家里防疫，然后没关系，三哥，我们等疫情结束，我们再好好的吃饭，然后请哥吃生日大餐，龙虾，好，龙虾来了，龙虾，龙虾，谢谢小安，海上的，谢谢小安的龙虾，海上的霸主。我要这么大的、哦，我要这么大，真的、哦、好啊，好真的、哦，这么大，这么大 ，OK OK， 好，标本可以吗？标本不行不行，我要吃的，我要新鲜的，哦好，好，有人说吃到痛风，三存一起啊，三存要一起啊，我一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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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起吃啊。我一起吃一吃，那你吃一吃。那嘉威有一起吗？嘉威一起吃，问他我一起吃。你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找他来。嗯。不会，师傅。有可能吗？是要收集艺术品，有可能找得到他吗？他应该为了龙虾会来吧？他一上来就说：“师傅，你是来付钱的。哎”哎，付钱了，哎、师傅，付钱了。付什么？付钱说龙虾是不是？那不是利安吗？要一起付吧。我们龙虾就让利安了。没有啊，快过十二点，我们等疫情结束，然后。再跟三哥一起吃生日大餐，对，然后应该安俊鹏也可以去吧，大家都有份吧，对不对？俊鹏他超会吃的，他应该会找到很好的地方哦。对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就搞定了，我们有老板付钱，我们有好会找餐厅的海鲜热炒店啊，他们那也有龙虾，龙虾沙拉是不是？那边有太可以了，哎、欸，我发现。我发现还剩、欸、新鲜的龙虾哎，还剩一分钟，我就要生日了，哦、我们要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想听那个乃威唱生日快乐歌，我吗？欸、等下我想问，你们有帮我准备蛋糕吗？滤镜的蛋糕，我就知道。可是哥，你现在已经看了好几个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已经。再看要怒了，我自己准备，没关系。这边，志刚哥，我带了熊熊，我的朋友。我自己点，我带了我自己，我带了我自己。好、欸，你们唱，我们演一句啊。好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三哥，这是什么默契？等下会延迟。这个真的好延迟哦，而且你们刚一直都好像被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不是我刚刚不是说演一句吗？我后面为什么没人接？嘉威啊，嘉威没唱啊。我想说，利安会先接，再换我。我很想念小叶，小叶你在哪？我哥吗？好，那我要再，那我要踢一个人。许愿。好，我先许愿。嗯。哇。好，许好了。那我吹喽。哎，只有。不是还有两个愿望吗？
还有两个愿望，下一个愿望是希望你们的那个近距离爱上你的写真书，还有那个，哎，我有收到三本，一个写真书，然后一个是小说本，日志本可以大卖，然后谢谢哥，对，谢谢哥，然后希望为粉丝谋个福利好了，就是那个加威10万的那个那个要做一下。对，基本吧，对，要做一下。你看，你看，不可能吧？你看我的愿望是帮你弄那个十万的那个、欸。你确定我不会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共患难吗？我大家就在现场，你问啊，你问、啊。我看一下。好，三哥，那请还有吗？还有愿望吗？没有了，讲完了。好。好，那我吹咯。Yeah, yeah, yeah. Happy birthday. 恭喜三哥。好特别的生日，而且 我每次生日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媒体会问说你印象中最深刻的 生日是什么，我觉得我就可以说是这一次了。懂了。对对，这真的很深刻。而且是大家陪我一起过这样直播，没有3000多人陪着你一起过跨过这个十二点，现在好像4000多人了，现在变4000多了吗？对，我这边已经卡住了，不会动。OK OK， 好，谢谢大家陪我过生日，然后我要把嘉威弄，哎，我要把那个俊鹏找出来，可是我是不知道，那哥你把我跟腾腾先踢下去啊，你把再把俊鹏拉上来，好好。小安，拜拜！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记得我的龙虾哦。好，谢谢。我们都记得，好好全部人记得有份哦。对对对对，三成我们一起挑哦，我们要挑肥一点。对对对，好难得哦，小安要请我们吃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好，你也是哦。啊，要戴口罩，然后常洗手。好。好。好好，大家哦。好，那我提你喽，我提你喽。好，可以提我们。好，拜喽，拜拜拜拜，快乐，拜。疫情出来再约哦。好。哎，没有踢成功哎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就等下踢到我这样。我踢到你，我再把你捞回来就好了。踢到我，然后我就去睡了。喂。到底有没有要跟我过生日啊？哎呦，我们是第一批过十二点的。对啊，叫他叫 Michael。OK。Michael，OK、okay。好，其实说真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谁会在跨十二点的时候跟我过。嗨，三哥， Hi!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嗨嗨，我刚刚有那个龙虾，我也记得哦。我们那个餐厅就是要请你去找啊，因为听说你比较会找那个餐厅。没有，我就比较会吃，我可以，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找，对，可以，我哥是一流的，太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吃得到了，我们都可以让丽安请吧，听者有份，可以吧？很难得是小安要请客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对，我不会客气的，我也是。先把他的那个片酬的份先吃回来，那可能要等疫情过后。对，已经吃垮。对啊，现在都在家吃饭。对，啊，你们有自己煮吗？还是都叫外送？我有时候会叫外送，然后有时候我妈会煮。我自己煮，除非我特别想吃什么，我会自己弄一下。嗯，我最近吃家里的。你也是吃家里吗？对啊。啊，那如果我们去露营，不就都是我煮咯？我可以煮，我可以煮我会煮的料理。什么？不会是泡面吧？没有啦，我会煮那个泡面，我也会。泡面大家都会。早餐交给我啦，反正煎个蛋嘛，煎个蛋，火腿热热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早餐交给我。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，我喜欢吃糖醋鱼，
糖醋里脊那一方面有做的、哦、糖醋的，然后跟一些蛋类料理我也很喜欢。你说像红，听说我哥的对红蛋，红蛋那种吗？红蛋之类的，对对。那、啊、我还会煮麻婆豆腐。哦，好厉害哦！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爱吃嘛，然后有时候想吃什么的时候自己去弄会比较方便，所以我就会上网，我就会看那个《型男大主厨》，我就开始看他们怎么煮。这个算大菜的，这个我真的不会。可是那个其实蛮简单，因为他们都会 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挑，所以其实还蛮一下就上手，而且他们真的是煮超快，他们就一下子然后五六分钟就弄好一道菜，超厉害。我之前有去看，我之前有去上型男大主厨的时候，我有看他们煮，真的超快，超快，而且那时间是真的。他们煮很快，他们煮很快，那自己煮呢？你自己煮就是备料，你要备比较久。对。然后我切菜也会切比较久，对对对对，他们就是，然后就全部都弄好。对，但其实是好像不太会特别，不会很失败，就其实味道都差，就还 OK。而且我们有时候就是赢了就可以试吃嘛，真的好对啊，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。那哥，你那时候有吃到吗？两位还是都输？我有输有赢。其实我有一集还没播，然后我是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哎、欸，反正就是有一集还没播，然后我跟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一起上的，然后我们前面就很惨，就是我们总共有三题嘛，我们两题哎、欸、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这不能讲，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等播出的时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看到应该会觉得蛮好笑的。我们之前去上那个题，他有也是有玩游戏，然后那个题目我都觉得超级难。嗯，我好像那时候我跟善存只吃了一道菜。哦，那没有惩罚吗？就喝苦茶，一直狂 喝苦茶。对，惩罚是喝苦茶，一直狂喝。对啊，现在大半夜讲这个，我好饿哦。哎、欸，我也好饿哦。我最近在戒宵夜这件事。你有在哦？因为你在准备你的十万破十万的漏腹计。哇，也是没有啦，好棒哦。这个可能没办法短时间内这么快准备。我觉得对啊，我觉得到时候一定会一排露腹肌。对啊，就安俊鹏陪你啊。我帮他直播，然后架手机，然后帮他打光，然后露腹肌就交给他这样。我要连线大家，每个跟我连线的都要先露。衣服很像没有扎。我们他要连线的那一天，我们应该都约好要去吃个什么餐厅，对不对？应该不在，就大家都在忙。对对，那可能大家都在家哦。最近疫情，大家都待在家等我，知道吧？哦，我们连线运动了，我们大家就是直播连线运动这样。直播连线运动可以啊，都没空，都没空，都没空。结果发现我们全部在另外一间直播。那我换我加入你们那一间好不好？我在底下刷留言。不行啊，你要那是你的直播啊。不可能不露吧？你看大家好像很喜欢哦。真的假的？大家不要这样吧。这种卖肉的事呢，我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共患难的。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只能派善存了，因为他刚下线了，所以可以赶快要立案的。对，再聊中奖。要吧，成人，等着哦。啊、你今天为什么不抓头发、戴帽子啊？我因为我刚洗完澡，我就想说，我刚刚就随便吹一吹，还是戴个帽子。俊鹏说什么？我这个，我头发是俊鹏刚刚说什么？听不到。哦，我欸、你们头发好像哦，你们两个现在头发好像哦。对啊，对啊，
我这个才是刚洗，我是真的刚洗完澡，所以头发你看就很飘逸，我都没有抓头发，就很居家。我是洗好了，但我还想说戴个帽子，因为我刚刚就吹的有点随性，所以还是戴个帽子好了。我都超懒得吹，我包。你们都不吹头发吗？我都不吹，很懒，这样会头痛哎、欸。我刚刚在前面，我有听到苏大哥唱。我听到唯一想了解的人，哎，我刚刚感受了 那一部分，哦，超好听的，谢谢谢谢。那你有听到上次帅哥唱孙燕姿的歌吗？我看到大家，我看到大家 take， 哎、欸，很好听哎、欸，对，超级好听的、啊。所以我是你很喜欢孙燕姿，对不对？哦、我很喜欢孙燕姿，因为我就是有一个，我有一个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们两个在直播，你们两个在播、嗯，然后我就脑子里一直出现孙燕姿的歌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会有孙燕姿的歌？到底是谁？是我，因为对我很喜欢孙燕姿的歌，我那时候我很喜欢钢琴的声音，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自己去学。钢琴的时候，我就学孙燕姿的那个《听哦哦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后来我就一直都很喜欢。嗯，其实我也很喜欢。对，我最喜欢那个，我怀念了那一张，好多首歌都，可能那时候是、那时候每一首歌都超好听的。对，然后就都会练，就是会唱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嘉威要不要唱一下？说孙燕姿是他喜欢，然后我唱吗？对啊，不行吗？应该是我歌唱吧。我他唱过了、啊，应该我听。对啊，我也唱过了、啊。我们现在三个就对啊，三个我都唱过，就你没唱吧？孙燕姿这么突然，本人不唱吧？孙燕姿这么突然。我的生日愿望是龙虾嘛，龙虾嘛，我记得。林嘉威，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。在闹呢？我记得是龙虾吧？哎，孙燕姿也是啊，不是有三个吗？愿望？对啊。哦、所以孙燕姿也变成我的偶像了，就是。嗯，对。哦、oh, ，他是什么歌？你一定得唱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不，我救不了你。可是我跟他刚刚说他的什么歌，他在想歌单了。我不熟他的歌、哦。哎、欸，有一首什么？我爱上奋不顾身的哒哒的脚步。哦，那个就是那个听哦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有听过？你唱，你有听过？你唱一句，我跟一句。下雨也好，嗯，听过。也好。我们是一座城堡，爱情，爱情放在心里很好。你会吗？这种？你说我弟弟看起来很弟弟啊？对啊，嘉威会。我不会。我听的歌很少，我听到的歌很少、欸。哎，只有一些比较有名的、啊、那个。上好的青春我也很喜欢哦、那个我也很喜欢。弟弟你现在我哥现在在点歌吗？对对啊，你会，我们现在联合应该是诗安哥点，诗安哥给你点，不是你点然后诗安哥唱的，还是诗安哥点？诗安哥点，诗安哥今天寿星耶。你是对啊，你是不是来跟我庆祝生日的、啊？我是啊，生日快！我刚刚先唱了一首 Happy Birthday 了。那 你们刚那个 Happy Birthday 唱的，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延迟很延迟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不是说好一人一句吗？然后结果大家都一起。我想说善存唱完，莉亚应该会接。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他是延迟了吗？然后他就没有动，我说：“哎，换我了吗？还是他唱了？”我默契，哎，你知道，毕竟铁三角是你们三个啊。那你再唱一次吧。
反正我现在就是生日天的刚开始。我们来听听大卫的独唱。Happy birthday 嘛，好咳咳。我哥要一起唱吗？啊，你刚刚都讲完独唱了。Oh. 我可以跟你唱，我刚刚没唱到。Oh. 好啦，好啦，那你们玩那个接龙吧，一人一句，真的，一人一句。好。的那种。好好好。对对对。好。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Oh, Happy birthday, 诗安哥。欸，超有默契，虽然有一点那个 delay 的时间，可是你们都接得很紧。可以吧，我们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可以，我的默契，对，反而是。上结束后还变比较好，刚刚很傻眼，说我很想念小叶。啊，对，他应该蛮傻眼的，想说，好啊，没有人要理我。好，那谢谢你们陪我过生日，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生日，对我来说，对，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过。嗯，对对对，而且这可以一次邀请到。好多人哦，嗯，对，好多朋友，就是不用一拖一拖，一拖一拖可以之后再聚，这是一个很盛大的。对，通常一拖一拖大概要用两到三个礼拜，因为大家的时间都不好切，然后就会提前，所以你会有一个真的是生日月，生日月，对对，差不多，然后就开始约，哎，这一拖这样，那一拖这样，然后今天就直接线上一起庆祝这样。很棒，会不会你今天庆祝不完，明天你也要再开一次，再跟大家再庆祝一次？也有可能吧，就是今天的晚上再开一次。你说十二点之前嘛，反正十二点之前都还可以这样。对，十二点之前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，那我就提你们喽。然后好，好。好好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，三哥。好，嘉威，你不要动，我要踢你哦。哦，哥晚安，三哥晚安，晚安晚安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嘉威，你还记得那个 wink 吗？哦，俊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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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你可不可以换一边？换一边？我不会这边。你看你看，我也是我也是。我只会可是我只会这里耶，我的很像是右眼，我只会左眼，我这样很奇怪，我左眼会很用力耶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这次完全不会，我这次会两个眼睛一起闭起来，哦，但是我真的很不会 win， 我会扎得很大力，很像眼睛很痛，有点不协调的感觉，对，不然你拿胶带，透明胶带，你把透明胶带贴住。你说黏，黏像封神无双那一种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哦，你说直接遮起来，对，直接用手，直接用手把它压住，然后哎，聪明哎，哎，真的耶，哎，这招不错哎。等一下，我隐形眼镜掉了。等一下，不会吧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刚移位，我隐形眼镜刚移位。放纵事故，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太开心了，谢谢谢谢，嗯，拜拜拜拜，下次可以有机会再聚，我们还有我们有龙虾拖，对对对，不要忘记龙虾拖还有露营拖，嗯 ，OK OK， 对对对，但先吃龙虾再说，对，先吃龙虾再说，龙虾一定要先吃到，对 对， 对， 对，龙虾一定要先吃到，拜拜拜拜。三哥，拜拜。好，哇，我的天！现在时间是12:21，非常非常严重的 delay， 因为我还有好多朋友在线上，我赶快来赶工一下。希望他们还在，还是会去睡觉了。